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冲虚古观，这是当年葛洪创建的这个冲虚观，1600多年历史。今天我们来太极磁场探测仪来探测这个道观的这个龙穴位置、太极点的位置。这里大家可以百度查一下这个罗浮山冲虚古观它的历史，这里历史悠久了，1600多年历史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那里面的东西。这是如来的大堂，像一个门。这个门口这里有一个穴，这里有一个，这边那个是最大的。阿婆他。大概环境就这样子。